小初，我们想在第二次手术之前，借助你们的3D打印技术，复制出他的心脏模型。你确定通过他接近夏侯雅的计划还能成功？我们只需要时间来唤醒他。复制心脏真的可以吗？当然，正义齿也要做房缺修补术了。用26PDN 缝补器，我们反复试过，26的散根纹不会错的。别找了，就住我那儿吧。你不像这么大方的物种啊，亮子。有条件的。你说什么？ 跟我谈恋爱，心奶油在胃里发酵，想吐。你要学会坚强啊！杨木泽，你故意的。复写一个告案报告。你故意的。她怀孕了。这块纱布太大了，不好看。受伤了当然丑了，要好看的话你就别逞能啊！没事，我玩什么天女散花？就你这么个机器，也能打印出5G？只要材料不断进步，任何食物都可以借助数据来模拟生成。